有民众哦是欢欢喜喜去绿岛佚佗，去买绿岛的名产龙虾饼。不过等于垦丁哦，所发现讲同款一模一样的商品。消保会伫咧接到投诉了后去调查哦，嘛去看到讲这包装同款，不过外口写是淡水名产的龙虾饼，就质疑这业者伫讲欺骗。业者是坦白讲哦，因为店头的要求，所以打无同款的地点。不过消保官讲安尼做已经违法啦。摆伫桌顶的四包龙虾饼，外包装看起来一模一样，不过详细看卖，大包顶面搭着无同所在的名产标识。消保会接到民众的投诉，表示前往绿岛买到龙虾饼名产，等下所伫垦丁发现同款包装的龙虾饼变成了基丁名产，而且消保会前往市面调查，竟然阁发现有标识淡水名产，严重怀疑业者欺骗消费者。我们是全省、全台湾的经销制，那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会有人有一些地区可能会跟我们强调说，他可能会想要强调说，哦，我们这边是旗津的，我们这边可能是垦丁的，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的。消保会进一步调查，更加发现四包龙虾饼成分拢搞写着虾啊，而且对同一间工厂出来。问过业者了后，业者嘛承认，并不是使用龙虾做原料。我们是用虾，就是鲜虾下去做的，那只是它的外观，就是看起来就是像这个龙虾的螯一样，就是有泡泡的那种形状。然后就是像外包装看到那个饼干形状。因为业者已经涉嫌欺骗消费者，按照食品卫生管理法，会当对业者罚款。依照卫生管理法第19条，可以处罚4万到20万的新台币。所以这个请业者不要去尝试冒这个风险。消保会嘛表示，业者若是无要改善，无排除要发起拒买活动，同时嘛提醒消费者，千万唔通忘记家己的权益，爱勇敢检举。记者李秀兰、陈贤坤高雄报道。